五号的时候，因为在花莲溪口的北岸那边有那个民众捕捞鳗鳐，然后被海水冲打上海浪。啊，目前的话，我们立即成立的搜救的那个小组去做一个搜救。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刚好有民众报案，哦，在那个哦米当的那个海域这边有岸际有发现到一个疑似大体的部分。这时候我们就立即启动了我们的一个搜救的人员来实施一个现场的观看，立即将人员哦把大体的部分把它运送上来，完成这一次的救援工任务。